他害怕，老人他都有防备之心。五毛钱中，挺好。五毛钱一斤，可是可以。可以。嗯，可以。嗯。你就走，他也是够。嗯。给个碟子不？给呀。切开看看。 不用钱，恁又不吃，我买了我吃的，还担心什么？嗯。西瓜有剩，哎。普吉在家啊。普吉在家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好好好好。再见，再见。嗯嗯。大妈，你给我送出去啊！啊。啊。给我带个去。就请带着。给我带个去中了哈。在哪嘞？ 就在这个路口那了，偏不走，你不见。哎，老板，我这也跑过年了。你好，袋子。好，那不能跟老人计较，是不是？咱去跟老人计较，老人他心小，过日子，啊，然后你再去跟老人计较，咱现在咱心小了，把度量放大点，把度量放大点，是不是？嗯。 哎呀，一百多斤，一百一十斤。啊，55块钱。哎，55来，给钱。55。然后交钱了不？嗯。你说你这是我，你是不是？啊。我那时候我觉得那是。三的。三的哈。别提那行，待会儿你上三的了。你投钱吧。投45。投45。啊。你去那是三轮车带过去。啊，中。 给这个大哥一袋子，你就喜欢什么意思说的是？啊！菠萝园，谢谢后边大哥，后边大哥。我是你忠实粉丝，我赶紧点赞。不要，经常看我，经常点赞。啊！啊！哎。 你吃瓜吧，吃瓜给你俩瓜，我不吃，不吃，谢谢啊。我去那把上，你带着，去那买粽子去啊。俺那个弄上，俺那些铁大件就带过去的中了。啊，干嘛我那里还有？我先转转，你先带一段吧。扔着。你先一动我。我不吃。你先一动我，咋的？啊，我还得再包几件。你走走走。你别吃瓜，没吃，俺们又没吃。你去动我，不给你不让你爹子的。走走走。 不是梨，不是梨。梨应该肥一会儿。不是，俺家里有梨园，主要是。啊？啊，不能说有人家。啊？都有啊，都有啊。啊？转转转转，看看转转看。这完了吗，大娘？还有点哈，中，我再去包两个摊儿，回来正好啊哈。啊，走走走，转转。上那家吃饭。 梨有点多，不是梨有点多。他年龄年轻呢，你要么你年轻，咱去抱他咋？再一个呢，俺丈母娘家种着三十亩的梨园，啊。哎，你好，哈哈，啊，咱照顾年龄大的，是不是？照顾年龄大的，啊。进来的朋友没点赞的点点赞，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啊。 咱主要是为了照顾老人啊，照顾老人哈。看抖音看着了？不是很多，基本上都是买衣服买什么的多，买菜的很少。越想我越生气。 这个卖瓜的老人不日的可怜，哎呀，你看，有些追毛求疵的，就是这就是挑理的，啊，这个老人都在这儿，啊，两大缺点，一是过日子，二一个，是喜欢占点小便宜，啊，这个他有防备之心，这说明是好事，啊，是不是？
这说明是好事哈、啊。这个所以呢，就是不要去计较了，你就跟老人计较什么？啊。今晚上搁去吃瓜，啊，所有来店里吃饭的，到时候每个桌都会送上一份瓜，啊，昨天收的梨葡萄，然后呢，每个桌送的梨跟葡萄，啊，每个桌送的梨跟葡萄。今天收的瓜，哎，你好。然后呢，那个今天收的瓜，咱就每个桌再送瓜，反正咱收的什么，到时候咱店里就咱就送什么，啊啊啊。哎呀，我那没有呢，没有了。这个鸡你看嘛，那么少，买菜的没几个，买衣裳的多。是。走走走走，往回走，往回走，看看走。啊，别看宝老瑞年轻，但是很懂事。年龄不够啊，你主要是想包啊，啊，没点赞的点点赞，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啊。今天还行，不是很热，今天主要是这个有风，啊、嗯，要下雨，嗯。这个鸡丈母娘够成能遇见了。我们去伯伯那个大爷的奖吧，我看那个大爷，那个大爷年纪不小了，咱去伯伯把这个大爷的奖伯伯他说来创业吧。啊，我们是在胶州普吉哈，胶州普吉这个沙河大街，沙河街，沙河街，快来伯伯那个大爷吧。这个街老人太少了，一共有五六个老人。哎呀，也是。哎呀，大爷嘞！哎呀，也是了，你爷吧？不爷。不爷。买多少了？前我得十多。你买多少了？我得石头，你吃了我得石头吃了。你得石头？嗯。我得买姜啊。嗯。你不买？嗯，不买。不买？嗯、你看嘛，这个街上我说这些大爷大娘，他都害怕。他都害怕，你人邪了门了，就感觉那骗他似的的。不买？嗯，不买。不买吧。嗯。啊？不了不买，买吧。不想买。买你不说买的，你不想买怎么演技不还？俺不想买，我得给你扯什么理个龙啊？就是嘛。你觉得你漂亮呗？俺说你真可以做。不是，你是你觉得漂亮，俺哄的没事在那逗你玩。那我觉得你很好看的。我拿，我最近我上闹不？我得闹，我有穿药。啊？啊？多少钱一斤？九块一斤。九块一斤？嗯。看我手势，菠萝蕊。菠萝蕊。挖土。大爷挖土去了。菠萝蕊。你到六，你这个人，菠萝蕊儿。人家多吃菠萝。啊？不打六，给吃光了。菠萝蕊儿，你知道什么意思吧？不知道。穿药了。嗯。又挖土去了。我那你往上闹吧，闹吧。穿药了，你找个大袋子，你找个大袋子装起来再冲。你这那么这个你能冲了？你这些是不？嗯，这些是不是？是。
卖吧。嗯。你卖不卖？卖。嗯，不搞什么呀？多大年龄了？好。多大年龄了？七十六。七十六。嗯。自己种的姜。嗯。是自己种的吧？嗯。没买回哈，没买回那么多。嗯，没买回。没买回。嗯。